好，第一个阴阳的对立制约，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。你注意啊，这里是两组动词，对立跟制约。对立指阴阳属性相反，对待而立。什么是制约呢？这种对立通过制约来体现，还是那我不咬文嚼字，还是太极图啊，懒得说什么太极两仪图了。那您看，一白一黑对待而立。你注意到，假如在整个圆的面积之内，假如白占的位置多了，黑就减少；黑占的多了，白就减少。其实那可以这样的，比如说我把它变一下，那么这样就是阳多了，阴少了。我多你就少，你多我就少，我进你就退，这个就是对立制约。好了，我们就把它变成比较好理解的，比如说一年四季，你这是夏天的我睡着，冬天最冷，春天回暖，秋天转寒。好，我们看看春夏的感觉，那春温夏热，然后秋凉冬寒。那么我假如把它一画，你看春夏之间，我们看这个块面，温热占上风，温热压抑了寒凉，秋冬寒凉制约了温热，各自占的面积比例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对立制约。那你说对立制约怎么用呢？其实比较简单，我们平时很本能的就在用。比如说你冬天很冷的时候，现在人可能就开个暖气，古代没暖气很简单，就烤火了，是吧？你看我寒，我本能的感觉到热能够驱散我的寒，你不是利用阴阳对立制约吗？你没学过医，你上火你知道找凉茶喝，不过利用寒凉的药物来制约你体内有余的热。其实你的中医治病什么原理啊？它大概原理是这样，天地万物都有阴阳，那么人肯定就有阴阳，那就先确定了。你说什么叫健康人？阴跟阳不多不少就是健康人，这个概念其实很容易理解，儒家的中庸之道，不多不少，不偏不倚，中间状态就是最好状态。好，反过来，假如你阴阳有偏，那就所谓偏就是多了或者是少了，一多了或者少了就是有病。那么我们再推算一下，人有阴阳，动物植物矿物肯定也有阴阳，问题人的阴阳是平衡的，动物植物矿物的阴阳未必是平衡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利用药物阴阳之偏来纠正人体阴阳之偏，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我热多了，我用对抗性的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来治疗，这个就是阴阳对立制约，没多复杂。但是要注意，人体的阴阳平衡啊，假如我用一个直方图来画，那比如说这个代表阳，这个代表阴，那么绝对的平衡点，这是平衡线。但是你说为什么上下又来一条虚线呢？其实它让你有一个消长范围。那比如说我是健康人，我算阴阳平衡，但我始终我白天体力精神好一点，晚上体力精神差一点，我白天跟晚上不在一个状态，尽管不在一个状态，我还是健康人。实际上它让你有一个波动的幅度，就像骑自行车一样，比如说谁骑自行车一直保持90度的垂直地面，反正我不管你怎么左右摇摆摇摆，你不摔倒，那就是平衡。所以这里要加一个，中医的平衡讲的是这一个动态平衡。动态平衡又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叫做相对平衡。
这种一成不变叫绝对。你能不能看出来这相对平衡症太极图用什么表示？中间那条 AX 线曲 S 型曲线，你看这两个面积一样大，那是平衡。但是你注意，它这个 S 型曲线一画，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变化中的平衡。你假如一条直线呢，你比如说我把它一分为二，那也是平衡啊。你这个是不动的，你这个有个流动性，而且这个慢慢移动过程还是个渐变过程，很委婉，很舒服，很和谐。啊，叔本还有个名称叫做阴平阳密。假如准确表达，可能有点难度，你们以后学到内经会学。但假如大概对应，也就是相对平衡、动态平衡的意思。啊，下来阴阳互根互用。你注意，互根跟互用也是两组词组，一个是互根，互根是肯定的，每一对阴阳都互根。我们看看互根的意思，互相依存，互为根本，也就是说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，我们还是举实例。那比如说上下这一组阴阳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它们是在方位的范畴对比出来的。假如从来没上这个概念，少了参照物，下应该也不存在。比如说我们说热跟寒，从温度的角度有对比，但从来没有温的概念，寒这个概念应该也不出不来。你是对比而成立的，所以这叫做互根。下来一个互用，互用也要注意。你看我这里的表达是某些范畴的阴阳有互用，换句话，不见得每一组阴阳都能互用。改了一下，书本好像没有某些范畴这种表达。那你比如刚才讲的，那比如说寒热这一组，什么叫互用呢？先讲什么是互用。互根互用的意思有点像，那刚才你看对立制约，对立制约是我多你就少，你多我就少。现在互用的意思有点像我多你也多，我少你也少。有没有这种状况呢？有。比如刚才讲的功能跟物质，功能属阳，物质属阴。你看假如我脾胃消化功能好，我产生的营养物质就多。反过来，物质作为功能活动的原料的物质多了，功能也更强大。再倒过来，功能变弱了，产生物质变少。物质少了，支撑功能的那个内在基础不够，功能也减弱。所以你看中医学在治疗，比如你们以后学到气血这个观念，不用讲了，血属阴，物质的气没讲，但你现在一看那个字就觉得有点像无形的，以功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属阳，你就发现一个很古怪的现象，血虚病人除了补血他也补点气，气虚病人除了补气也补点血。其实他大概意思就这样，我补物质的时候补点功能，功能好了物质化生更容易，我补功能的时候也补点物质，物质充裕了功能更容易化生，这种是互用。还有，你说广东为什么雨水多于北方？雨水多于北方，你不要说广东，热带亚热带肯定雨水多于寒带，太阳，你日照时间长，温度又高，把地里的、海里面的、河里面的水蒸发上去，成了云。所以我们叫做地气上升为云。地气怎么上升啊？阳光把它蒸上去，地气上升为云，一冷却天气下降为雨。你北方日照时间短，而且那个平均温度没那么高，你蒸发的少，你就干燥，所以南方就热兼湿，北方是燥兼寒。你看湿是水的，热是阳的，一阴一阳，这种就阳多阴也多，阴多阳也多。
还有你说日常生活有没有？也有。那比如我估计在座现在小孩子很多都学小时候学过什么绘画班、书法班，你要写书法，楷书不典型，行书、草书很典型。草书是利用阴阳，利用得很极致的。那比如说用墨有浓淡，这不是阴阳吗？然后用笔有疏有密，疏讲究疏可种马，密密不透风。用笔有干有湿，干笔干裂秋风，湿笔润寒春雨。还有行句字句，还有用笔流畅跟孤色，它很多是利用这种阴阳之重笔轻笔，很多就是利用这种阴阳之间的对比或者对照，互相引衬显出那个字。甚至你下棋也有，不那么见得敌我分明的，别说我的炮不是隔一个才打过去吗？隔一个那个东西可以是我的子，也可以是你的子，那你的子为我为用，那不是互用吗？我应用了你的东西来达到我的目的。还有在人体，比如呼吸，那吸气是气的向下向内属阴，呼是向上向外属阳。你试一下，你深吸一口气呼出去就长了，你吸得浅呼出去也浅，我多你也多，我少你也少。素问的阴阳印象大论，阴在内阳之首也，阳在外阴之始也。这条条文假如要准确表达还挺费劲的，我们只表达大意。你把它转注为阴代表物质，阳代表功能，物资作为基础手持在内，这是他们的基本关系。好了，假如把它搞得复杂一点，什么阴在内阳之首也，也就是说外在的功能是有内在的物资手持在里面，然后内在的物资怎么表达呢？透过外在功能，比如功能强大了，说明里面物质基础也多，讲的就是功能与物质互相表达，只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。那么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阴阳互根，阴阳消长。消是减少，长是增加。阴阳消长的意思是阴阳的对立制约是一直在不断的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的过程。还是刚才那个意思，一直是在动态的演变过程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图。以广州为例吧，广州最冷可能去年也差不多极致了两度吧，最热大概38吧。好了，每年假如就在这个范畴内，比如说广州的冬天某一天冷到两度了，你只要向春天发展，尽管有时还会冷，但总的趋向是回暖，再到夏天慢慢变热，所以这个过程是阳慢慢增加，阴慢慢减少，这叫属于阳长。你想夏天到了38度，然后尽管到了什么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还会热，但你整个趋向是转凉的，秋天之后再变寒，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阴长阳消，这就是消长。其实消长还可以进一步把它细化，怎么细化呢？比如说我很粗糙的细化，就刚才的那一种，把它分成一阳二阳三阳，但假如说我分得细一点，你可以把一个月
一年十二个月放进去，从这里可以标了。那阳气慢慢有了，你看不最少吗？一阳、二阳、三阳、四阳、五阳、六阳、一阴、二阴，不过瘾就二十四节令放进去，一到十二阳，一到十二阴。你再觉得还不够细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放进去，180多个阳，180多个阴。那讲得清楚一点，阴阳消长，实际上我们中学也学过量变，阴阳的量不断在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之中，所以阴阳消长实际上就是量变规律。而且这条那这个曲线再次显示出妙用了，你看有了这条曲线，你就发现这个消长果然就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。你假如画成格子，哦，画成格子好玩了。哎，你注意啊，我们经常见到那个太极图，不是正规太极图，那是一个简化的太极图。真正的太极图怎么回事呢？那这样画，这里分一半，这里分一半，这是真正的太极图。这怎么来的呢？一年测量24节令，不是可以测出插条珠杆日影的长短？这个在《周笔算经》里面就测量过了。你把那个日影长短换成数学公式，又换算，又画出来，就是这个太极图，一模一样，一点不走样。所以太极图就是日地之间相互运动记载下来的图。严格来讲，它应该是个太极球，地球啊，跟太阳的相互关系。只是这个画起来有点难度，所以用简化。区别在哪里呢？你看，这两个点是在横线上的，刚才的两个点是在纵轴线上的。只是那个图比较好看，我一般说你就随手一画就出来了，这个有点麻烦。所以这个阴阳消长，假如一圈一圈画下去，你明显看出，很容易看出来每格的大小，真的一步一步增加，一步一步减少。好，阴阳的消长又可以分，那第一种阴阳互为消长，此长彼消，此消彼长。有什么意义啊？你看我第一行的此长彼消，此消彼长，来源于阴阳对立之约。阴阳对立就是不是我多你就少，这叫此长彼消。其实这个倒过来的吧，由于你少制约不住我，导致我多了，这是此消彼长。但不管哪一种，它的原理都来源于阴阳对立之约。阴阳皆消皆长，此长彼长，此消彼消，是什么？刚才的互根，我多你也多，我少你也少。你说那个我多你也多，我少你也少怎么表达？我以这个为基础太极图，这不是我多你也多了吗？大了吗？这不我小你也小吗？并不那么难呢、啊。这别说我这是常态的，你现在大家一起多，大家一起少。但假如说我只是在里面表达，那可能就此长彼消，此消彼长。所以你看呢，阴阳的几个内容它并不是割裂的。你看在消长之中，第一种体现的是制约，第二种体现的是互根。这个假如现在还没明白，后面讲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的时候，会有具体例子。下来，阴阳转化。指事物的阴阳属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，阴可以转为阳，阳也可以转为阴。你注意啊，前面那几点阴阳没跟你谈条件，这里规定了有条件。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简单就是两个字，物极。事物发展达到了极点，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换，物极必反。我们经常听物极必反，好像不容易找到，其实很容易。那你看，太阳中午达到了顶点，
跟着就得吸血，月亮十五圆，圆完就得缺，周而复始。你爬山爬到了山顶，我不管你怎么走，往哪个方向走，只有下坡路。这就是物极必反。好了，你放回刚才这里，夏天假如到了38度的那天，你只要向秋天发展，你肯定是一个缓慢的阴长阳消的过程。好了，但你注意啊，这个地方那春秋冬这个地方是阴阳的转化点，那这个地方从阳转阴，这个是从阴转阳，但阴阳开始转化不等于阴阳转化完成啊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完成呢？从阳转阴一定要转到阴的比例大于阳，那个转化才能完成。你只能说这是开始转化，你至少可能要到差不多这个块面，阴的比例大于阳了，转化是完成的。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阴阳转化是一个渐变过程，慢慢变。那什么叫转化？不是很简单吗？量变引起质变，阴阳转化就是质变。你看看啦、啊，再复习一下，对立统一，量变质变，多熟悉的概念啊！这里的什么从阳必阴，从阴必阳，无非就是阴极转阳，阳极转阴，阳极转阴，寒极生热，热极生寒，指的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说有没有突变的呢？啊，比如说高热，比如40度以上发烧，那么在中医应该是阳盛到极点。啊，高热比较麻烦是什么呢？不出汗，因为我们知道出汗是散热，比较好是出汗，汗出它就可能退热，但是那个汗不由你把握，它可能不出汗，可能出汗，可能多汗，汗一多散热太快，可能半小时之内就变成四肢厥冷，那这种就是从阳转阴，你可以说是突变。但倒过来讲，你说突变吗？它也不是说一秒钟就变成这样，假如半小时我把它分割成一秒一分，它还是慢慢变，是吧？我以一分钟为单位，你至少变成经过30分钟你才变成这样，所以本质还是渐变，最多你说这个渐变的时间可能短一点。这是阴阳转化。第五，阴阳制和跟平衡，这个讲的是一般情况下，一般情况下阴阳具有制和能力，这个制和能力可以指自然态，自然界，也可以指人体。比如自然界，你看你只要春夏秋冬昼夜神分周而复始，实际上就是制和的表现。是我夏天热的差不多我就转凉，凉的差不多变寒，寒的差不多转温，离职广州就是在38跟2度之间转来转去，我没超出38也没低于2度，这个就是自然界在制和。我们人体实际上也有制和能力，比如说你有点小灾小病，有时不吃药睡一觉休息好了，它自己也好了，也就是说只要阴阳偏差不大，我们人能调整回来。但是现代人不乐观，你为什么呢？你以为你现在你能适应，比如说你广州人，你以为你能适应38度跟2度啊？你冬天开个暖气搞到25、26度，夏天开个冷气也是25、26度，换句话，自然环境的温差38到2，那有36度温差，你的温差搞来搞去20度左右，那是自然界的太极图，那是你的太极图。你是处在这种非自然环境啊，越是在非自然环境里面工作学习的人，他对自然的调节能力肯定越差，你外面的东西已经调不过来了，这就是现代人。
你说现在，你别以为温差小的地方好，你比如说我去新加坡上课，它一年最冷26度，最热32度。我说你完了，你离太极图就这么小，它还自然环境哦，空调还不算，你看空调更小。所以假如从养生角度，四季分明的地区最好。但你从舒服角度来两回事啊，舒服就不养生，养生不怎么舒服。因为你人是自然的人，你在进化过程中是适应自然，然后我人才有个自调节能力。那么现在你人为的环境你也能自我调和，调和的范围有限的。还有吃饭，你看我们很多人，我们医生最喜欢碰到什么病人呢？有时候你开完药，你一怕病治好了导致副作用，你会问他你吃东西能够耐受寒还是耐受热。我们最喜欢听到的，寒也行热也行无所谓。但现在很多病人是我寒也不行热也不行这个就是一个明显表现，你内在的胃肠对寒热的东西的调节能力下降。这假如他不知道什么寒热的，问他呢，姜行不行，辣椒行不行，这是热的，这西瓜行不行，冰水行不行。人来，你自己质问一下，你夏天舒服还是冬天舒服，怕冷还是怕热？很多人说我既怕冷也怕热，缩小了。其实刚才我还漏讲了一个，你不重阳是一阴吗？阳主动，阴主静。你看你们生活现在一天到晚，人是动物啊，我不管你怎么进化，你本质是动物啊，动物的本能就是动啊，动则生阳，你现在把自己当作植物来养。你看你一天坐在那多少小时，课堂是坐，回到对着电脑还是坐，说得不好听比植物还不如，我植物还见见阳光还有雨露。好，阴阳平衡刚才讲了，中医强调的是动态平衡，这刚才讲的其实跟治和有关。所以就算你没病，你养生养得好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的个治和能力调整的范围更大，因为你治和能力范围越大，你得病的可能性是越低。最麻烦的出现了阴阳交感，指的是阴阳二气在运动中相互感应而交合的过程。我们看看它的那个逻辑啊，首先是阴阳二气运动，然后相遇而和谐，成为对立统一，然后化生万物。这样讲起来还是有点麻烦。你说阴阳交感的概念从哪里来的呢？来源于周易。那既然解得那么费劲，我就用回周易来解。这里有两个卦，是64卦。这个是上坤下乾，这上乾下坤，哪个好？左好右好。假如没学过周易的，一般判断这个好。为什么？这是天，是吧？这是地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天经地义。但你看到名字就知道了，这叫脾，这叫太，脾极太来。脾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通。太是通太。为什么说不通呢？你注意啊，这里做了一个转注。你这不是三个阳爻吗？属阳。三个阴爻属阴。好了，阳主升，阴主降。
阴阳没有交汇。你说阴阳什么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，你前提是相互起作用，是，所以阴阳交感其实是个前提。你假如这两者是分离的，相互不起作用，你所有东西都是假的，什么对立制约消长啊转化都不成立，所以这是大前提。好了，那变成这个是阳，这个是阴，阳主降，阴主升。哦，对，下面是阳，上面是阴，然后是阳主升，阴主降，交合了。你光是这样，其实说服力还不够。其实这里还有个意象，怎么变呢、啊？那不乾为天吗？天子就是君主了哇、哦！你看这一个一个，不是老百姓吗？君主高高在上，老百姓在下。然后上面享受，下面水深火热，上下不沟通，品君主下来了解民情，民意上去，民为重，君为轻，上下沟通，国泰民安。这不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吗？谁说来源于西方啊？早就有了。不过有人评论，中国古人很善于把发明创造保留在胚胎状态。那他是用这样，这周易其实，那我刚才用的过程不是起卦，而是拿来说理。周易就是这样说理的。再来一个，这还不是原始的，原始的是来源于这个卦。这个卦叫做闲卦，上面是对，下面是更。对的意思是泽，更的意思是山。为什么我这不解释了？什么叫闲呢？闲，感也，由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。它这个就是感的最早的来源。好，你说什么叫由上刚下？这里有点啰嗦啊。我再演变一下，八卦可以变成一家子，有父母有子女，你能听懂多少算多少。刚才有人问我八卦考不考试，凡是跟教材没关的一律不考试，是，也就是辅助一下让你听得更明白。那乾为父，坤为母，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，但是好像基本上有个规律，儿子像母亲更多一点，父亲像女儿像父亲更多一点，所以一般是这样啊。假如他的演变，女儿以父亲为本，从母亲那边不从下往上吗？从母亲那边得第一个阴爻，这是长女。以父亲为本，从父亲里面得第二个阳爻，以父亲为本，从母亲那边得第二个阴爻，这是中女。以母亲为本，以父亲为本，从母亲那边得最后一个阴爻，那就是少女。那你注意啊，这里首先一个少女卦，我们再反过来。以母亲为本，从父亲那边得第一个阳爻，长男。以母亲为本，从父亲得第二个阳爻，中男。以母亲为本，从父亲那边得最后一个阳爻，少男。这里出来一个少男，那么这里就热闹了。那泽就是湖泊，这是山。那么山跟湖泊，一个高耸，一个是低洼，你这还有水，肯定这个属阴，这个属阳。少女也是阴，少男也是阳。好了，就变成阴主降，阳主升。这个感有什么意思啊？那这里出现了有阴男，有女，女游男刚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有三者感应，男女感应，阴阳感应，刚游感应，升降感应。用这一组意象，
好了，你说为什么不用刚才那个什么脾跟太？阴阳的感应还有什么比少男少女之间的那种感觉更微妙的呢？就这样啊。其实他还不纯粹是这样，虽然他因为这个是容易学，你说少阴少阳，你很少男少女很容易理解，其实他有个潜台词的，更深一层。你看你这个弦，你说为什么不用个不叫感卦，就叫弦卦？弦跟感少了什么？有心的感落于有痕迹可见，无心之感才是最高端的。所以用个弦，弦的意思是感，但是心字不用。无心，这就好像那个自然界，阴阳之气相感，跟什么风雨雷电，这是无心之感。我们人那个还有心，有心就落于痕迹了，还不是最高端。好了，我今天讲的易经不多，但是我有哪一句是封建迷信的？相对运动中相互感应而交合，然后处在和谐状态，就产生万物。最早的意思应该是这样，老子说的充气以为和，但我觉得这个阴阳交感它只是产生万物的条件，所以产生万物之中，这万物有好有不好。比如说正常的春夏秋冬风寒暑湿燥火，正常气候我们可以说好，但是大风大雨雷电这种不见得是好现象。所以其实后来阴阳交感是有发展的，和谐不和谐只要交感了都能产生事物，只是和谐的时候产生好的事物，坏的事物可能是不那么和谐的交感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有隐身的。好，再往下是阴阳的互藏。阴阳互藏讲的就是这个白鱼之中有个黑点，黑鱼之中有个白点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好了，那么要讲清阴阳互藏，我们还是从阴阳交感那里来。天地的阴阳交感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地气上升为云，或是地气上为云，天气下为雨。我们可以看看，那地气实际上是地里面的水气上升。那你说地里面的水气为什么能上升？至少有两个因素，一个是太阳照下来然后产生的热，这是属阳的，另外一个至少还有个地热，是吧？你两种热都是内在地，太阳照下来深藏在地里面的热跟原来的地热，把地里面的阴气蒸发上去就是湿气，湿气上去了就变成云，然后云在天空一冷却就变成水，然后就天气下为雨。所以你看地气能够上升是靠这个阳，然后天气能够下降是这个阴气上去之后，这个比重下多了它才下降，所以这里就变成了它是交感的动力跟根源，这是这样来的。第二个是互跟互用的基础。其实本身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就已经隐藏着这个意思，阴阳没有独立的，那除了没有上没有下之外，还有一个就等于说我阳中本身有阴，阴中本身有阳，这里就已经有分不开的意思在里面。关于这个理念在后面的治疗中用得比较多。剩下是阴阳消长与转化的内在因素。阴阳消长我们前面讲过，一种消长是外围的，比如说这个过程是阳长阴消，这个过程是阴长阳消，这是量变。当量变达到差不多的时候产生质变，就是转化。其实可以有个内在的吧，那阴中有阳，当阳不断扩大的时候，这是量变。当这个阳扩大到它的范围大于阴，质变。
它可以由于内在的因素变化来带来消长转化，所以这个也可以的。好，最后归纳一下阴阳学说的这几个内容。首先，阴阳交感是前提，有了交感，阴阳相互之中发生关联，才会产生后面的对立制约、互根互用、消长平衡、相互转化等等。关于这个阴阳交感，还是可以从太极图来。那太极图这一黑一白一黑两个东西相互交合，但是这两个东西怎么相互交合呢？外面有一个圆，以一统二，二在一中，讲得清楚一点，就对立两者在一个统一体之中相互发生作用，这就是交感。然后阴阳的对立跟互根是阴阳学说最基础的东西，然后消长跟转化是阴阳的运动性质，它是运动方式，消长是量变，转化是质变，然后还有一个平衡或是制和，平衡也好制和也好，实际上是阴阳本身在适度范围有这个能力，当你说超出它的范围它可能调不过来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。我们往下走，就是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。你注意啊，这里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，它只是有点是画龙点睛的感觉，把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用举例的性质让你们有个感觉，然后以后别说在内外妇儿中药方剂等等碰到阴阳学说的时候，你学过这部分内容，你不会觉得陌生，你自己就会用，就会用。说这里不可能把中医里面的所有跟阴阳相关的东西全部讲了，只是纲要性的讲。好，第一个说明人体的结构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还是按那个阴阳分类表，按照日光向背那个原始意思，只是把它不是分自然界，而是分人体。好，我们一个个过。人体的上部属阳，下部属阴，不需要解释了。体表属阳，体内属阴，基本上也不需要解释，无非就是容易接触阳光，不容易接触的感觉。然后跟着就是背部属阳，腹部属阴。为什么？首先人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过来的，就算进化完了，也就这几十年，这几十年前，其实直到现在还是农业大国，只是几十年前我们大多数人口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。那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你肯定背部接触阳光会更多，这里会有一个阴阳的落阴。你说这怎么体现呢？其实挺简单的，你看啊，当我们阳气够的时候我们是不怕冷的，当阳气受损的时候，阳气受损，阳代表温热，阳气受损的人比较怕冷。而你看我们一般怕冷是哪里怕冷呢？背后，背部属阳，阳气受损的怕冷。当我们烦躁的时候哪里烦呢？前面，心烦，你很少找到背后烦。你看一热一寒，你在前后两个地方不一样，那么肯定说明人体的阴阳分布是不一样。下来是六腑属阳，五脏属阴，这个暂时不解释。为什么这个要放到脏象？脏象我还没讲，我现在硬告诉你一个阳一个阴，好像从道理上不太容易讲得清楚。好，下来是四肢外侧属阳，内侧属阴。其实这个是阴，它的主要用途就是经络的分阴阳，但它自然也可以分。怎么说内外呢？很简单，自然体位晒到太阳的皮肤比较黑的就是外侧，晒不到的就是内侧。
跟着经络，三阴经、三阳经。三阴经、三阳经的分布在躯体，我们先不论，还是对应四肢。三阳经一定走在四肢外侧，三阴经一定走在四肢内侧。可能你们对经络是最感兴趣的，因为西医学没经络，解剖也找不到。但是问题，你们这个专业就是利用它。那到底经络有没有？很肯定的说有，而且现在的研究越来越支持有，这个应该是疑问不大。那么有疑问的就是它到底是不是神经啊、血管啊、淋巴管这类的东西。应该说功能上跟这些有关，但是应该不是上述几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系统。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推理，你经络是旧法不说，你针法是扎针的。假如是神经系统，你不是等于故意扎在神经上吗？有人这样干的吗？假如是血管系统，你就等于说故意扎在血管上。你以为是采石油啊？你不一扎一个洞，这血就往外冒。那基本上避开经络循行路线，基本上避开了神经的主干，也可以说基本上避开了一些大血管。但你说跟他们的功能有没有关联呢？有部分关联，但肯定不完，不是一回事的话是，精确点表达不完全是一回事。那我们讲到相关内容的时候再证明。下来就是督脉任脉。督脉任脉相当多的人有亲切感，武侠小说小周天，小周天有没有这回事呢？小周天是古代内丹宫的其中的一个部分，有，但是你说对武功有多大的帮忙不知道。因为确实假如它通了，对人体的益处是很大的。那么可能武侠小说家就把这个东西，人体的有益的东西外推到武功之中，会有这回事。那么内丹宫，那么这种小周天其实不容易的。你可能听说很多人，现代的人说他通了小周天，可以说假如现代人自称说通了小周天，90%是假的。应该说他那种感觉可能是有，但是跟古代的一种很严格程序的那种，跟那个产生的效应不是一回事。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你看中国文化的翻译跑到外国是非常困难的。就上次我讲到金庸小说的翻译，我看到还有一个名词，西方人老是想不明白，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戾气，就是那个戾境、戾气。然后他们那个翻译者翻了半天，说这个在西方语汇之中无法对应。假如硬要找一个词汇来跟它相对，那么只有一个词汇叫做魔法，用魔法，哈利波特的那种。找不到对等词汇啊，也找不到对等理念，甚至连理念都没有，他只能这样翻。甚至针灸在70年代之前，上世纪，等于说没被世人或者外国人真正认识之前，针灸是纳进他们的特异功能研究范畴的。不理解啊。然后跟着气血，这个容易了，血熟。血是物质的，属阴；气无形，以功能来体现，属阳。然后皮肉筋骨无非是内外问题。这里要注，那这里是大体的分。那么以后你碰到你需要分的，你就按照阴阳的模式来分就行了。那么这只是提示一下，
有些更进一步的分。刚才尽管没有解释，但是你现在可以先强记一下，六腑属阳，五脏属阴，具体解释放到了张相再说。阴阳中还可以分阴阳，五脏还可以分，怎么分呢？按位置高低，心肺在上属阳，肝脾肾在下属阴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分阴阳已经是在这个前提下的，其实为了理论说明，以后你们发现还会有每一节啊，肾阴、肾阳、肝阴、肝阳、脾阴、脾阳，还会有这种分法。但是这种又是下一个层次的，这个到时我们再解释。你们教科书里面有什么阴中之阳、阳中之阴、阳中之阳、阳中之阴，这用四个字概括的都是不完整的，应该是五个字的。那我到了藏相的时候再把它补完整。这是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。第二个，概括人体的生理功能，这个内容不好说。为什么？生理功能我们完全没学，连气血津液、藏相，所以我这里不展开。只是因应后面的病理，给你一个总的概念。人体的生理功能就是气血状态也好，脏腑状态也好，套进阴阳学说，就是处在平衡状态，或者是准确一点，动态平衡、相对平衡状态。好了，那么就反过来了，假设有病，那就叫失平衡。失平衡呢，好像练起来有点别扭，就换一个名字，叫做阴阳失调。阴阳失调放大来讲，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协调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禅师人体的病理变化，从中医的角度大概就是病因跟人体互相作用，然后产生一种状态。那么那种状态是非健康状态，我们就叫病。好，病因一般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邪。一般邪气基本上指的是病因。那么按照阴阳学说，你这个是邪，这不用讲了，这是就是正。这个正气有点什么意思呢？正气的概念其实挺大的。你现在还没学到正气概念，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我能抗御邪气的，至少包含了人体的抗病能力，对外环境的适应能力，自有这种能力。好了，按照刚才讲的，万事万物可以分阴阳，邪气可以分阴阳，正气也可以分阴阳。其实正气分阴阳比较容易，无非是人为，那刚刚前面讲过，阳的作用是推动温煦兴奋，阴的作用是医治宁静滋润。好了，我把人体里面的功能就人为分成两部分，是推动的温煦的兴奋的属阳，滋润的医治的这部分属阴。你说病因的阴阳怎么分呢？你说我是不是拿个什么细菌病毒来化验一下？不是，因为古代做不到，即便现代也不行。其实中医是反推，怎么讲呢？比如说你今天在不正常的气候下得病了，好了，我就看你这个人的状态，比如说你出现是发热、口干、面红、舌红、小便黄，全部是热象，我反推你得的病因就是热邪。好了，假如你出来是怕冷、口淡、舌淡、小便清长、痰白，反推你的病邪就是寒邪。但是你说你既然已经归类了，那么现在又有细菌病毒概念，我不能把细菌病毒概念融进去，某种细菌阳，某种细菌阴，不行。你注意我刚才讲的，它是跟人体互动，细菌是独立的东西，
中医是什么呀？比如说你某，我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流感，同一时间、同一地区、同一种流感病毒，从西医来讲那个病因是一样的，但从中医来讲可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流感作用到三个人身上，甲可能是热底，乙可能是寒底，丙可能是体内比较湿，那变成你的病毒跟三个人的体内互动，我把寒热湿转换现代语言，可能三个人体内的生化状态是不同的，你病毒进到不同的生化环境之中，它产生的作用可能不一样，表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，中医是按症状来反推，所以中医实际上这个病因定性是细菌病毒跟人体互动后产生的状态。那么西医的治疗是针对病因，中医的治疗是针对状态，不能说谁对谁错，都有效，应该说各有各的道理。好了，既然疾病是人病因跟人体的互动，那么这里就产生了，假如相互起作用，就有排列组合了。所以一个排列组合出来，可能就产生了阴或是阳多了，或者是少了。一多一少，就是不平衡，不平衡就有病。好，我们先真正的阴阳的病态在病机里面发挥的比较充分，因为现在初学，我们把它简化，先讲简单的。啊，最大的分类阴阳偏盛、阴阳偏衰，偏盛就偏多，偏衰就偏少。